我们感觉不太一样。不然红，因为不好抓重心啊，所以我才说不要站在斜的地方、啊。蹲地就好，那蹲地的五花就不能太大，你就会打到地板啊，打到地板就啪。因为它这个比较长啊，如果按照马尔多的身高来说的话，双刃应该要弄短一点，对，按照每个人身高去设定。嗯，不是每把武器都可以符合每个人的身高。哟，很快的。啊？呀？很快。不快才是刀。那一天，瘦子在下面教小布双刀的套路的动作。嗯的。然后光剑其实光剑适合用双刀，要，并不是双剑的套路，因为光剑比较多是劈的漂亮那个剑花。嗯。但是一般只能戳吧。剑的话比较对，中国剑比较是属于戳刺的。戳刺哈。所以应该用刀法的套路才会漂亮，光剑才会漂亮。所以有人翻光速砍刀也可以啊。我上你都有拍。有啊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好，好，